果、梨、巧克力。快让我吃一口。阳光、沙滩、森林。我胃可以装下全世界的冰激凌，可惜就只有这么一盒。好了，别做梦了，又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大胃王的。那怎么才能成为大胃王啊？首先要能吃，然后要更能吃，但关键要有大胃王比赛的入场券。太容易了，我第一感觉就是成功离我这么近。没问题，万岁，成为大胃王。算了吧，没人会带你们去参加这么无聊的比赛。孩子们，孩子们，猜猜我带回了什么？是大胃王比赛的入场券，真正的大胃王比赛哦！万岁！我要变成大胃王！我要变成大胃王！让我看看，吃成什么样才能成为大胃王？哇哦，小菜一碟，看看我的厉害！妙乐星，你今天为什么要吃这么多？我要证明自己真的可以成为大胃王。再来一碗。饭渣子都舔没了，现在就只剩下这瓶可乐了。妙乐星，你竟然吃了那么多。那当然，我现在是货真价实的大胃王了吧。可是妈妈说太多的可乐对胃不好。什么？可乐喝多了会吐的，你看。妙乐星，够了，赶快去洗澡。大家都长了一个胃，为什么有的人能吃那么多，而我只吃这么少呢？也许没人能解答这个问题。孩子们，我能进来吗？是老爸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姐姐。老爸，你要上厕所吗？我们正在洗澡。哎，你现在上厕所会臭臭的。我来这儿可是有一个秘密。哦，什么秘密？嘘，小声点，别让妈妈听见。是什么秘密啊？还要偷偷瞒着老妈？你马上就知道了，秘密马上揭晓。哇哇，当当当，什么？汉堡。这算什么秘密？老爸，你这是在故意逗我们吗？妙乐星，呱呱，洗澡的时候不要玩水，明天还要上学呢，快点啊！知道了，妈妈。秘密当然不是汉堡。我就知道，说的不是厕所汉堡。那是什么秘密？其实我就是超级无敌大胃王。你妈妈说吃太多东西不健康，我只好把东西藏在厕所了。所以你吃这么多就是因为饿？没错，就是饿。听到了吗？保持饥饿就是成为大胃王重要的一步。嘿，这听起来超酷。吴昊，你今天看起来不开心啊。你看大脚吃那么多，可是你却吃那么少。因为就是五号的汽油又涨价了，怎么没有看到妙乐星和呱呱？是这两个吃货怎么会在食堂消失？嗨，你们谁看到妙乐星了？妙乐星现在不吃饭，在草地那边做饥饿训练呢。不客气了，我可是在为大胃王做饥饿训练呢。所以什么都打动不了我啊！好热呀，每天水有点凉的就好了。
我就是凉的，你们可以吃我。吃你！我看我们还是回家吧。醒醒，你在吃什么？我吃了你，小青蛙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救我、啊！站住！我要吃了你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我是呱呱！我要吃你，小青蛙！给我吃的，我要吃的，吃的！没事吧？啊，真好吃啊！妙乐星，你刚才超可怕的。嗯，你吃光了整个冰箱。刚才发生了什么事？我都不记得了。啊，我的肚子。你是谁？哼，一会儿大吃特吃，一会儿饿得难受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好像是你的胃啊。你是我的胃？没错，我就是被你折磨的胃，我决定罢工不干了。那怎么行？我还要成为大胃王呢。什么大胃王？如果我变成大胃王了，就可以吃很多冰淇淋了。啊，来吧，让我们来训练吧。我们先把上届冠军缪真弓先生抬出场，下面就是决赛时刻。下面就到了最最精彩的时刻，让我们迎来终极决赛——冰淇淋蛋糕赛！大胃王！小妹，在吗？你还好吗？这算什么呀，我才吃了个半饱，就算刚才的食物再来一遍我也无所谓。可是这是冰淇淋蛋糕山啊。什么冰淇淋？我的最爱。我的梦想，我来啦。哈哈哈，冰淇淋，我的梦想，我来啦。我的都是我的，哈哈哈哈。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妙乐星让我吃个过瘾。你会撑死的。真是啰嗦，给我闭嘴。吃饭乱说话会影响食欲的。等等，你不能吃我，
没有我不能吃的东西。不不，我的意思是现在不能吃我。哦，有意思，说来听听。啊，是我要杯可乐才好吃。听起来不错嘛，快给我可乐。哎，就这么一小瓶。一小瓶就够了。味道不错，那该轮到你了。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忘了吗？妈妈说喝太多的碳酸饮料对胃不好。你终于变回来了。变回来？没错，我已经搞定了局面，越是混乱我发挥的越好。我的意思是药箱太棒了，你终于变回来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可再也不想当什么大胃王了。那就好。呸呸，欧耶，现在我就是大胃王了。祝他有个好胃口吧。啊，这一天终于结束了，累死了，让我想想晚上回家干点什么。不如来个冰激凌。啊，小心，开个玩笑呢。你整一个汉堡怎么样？要成功。